人设是头灯。七仔竟然有天日茗茶吗？不是奶茶，而是这两兜来自台湾的绿茶麻薯。那兜不算小，不过打开一兜得个六粒，还要卖成19.5元一兜，围起真的不算便宜。所谓的台湾麻薯来自香港的糯米糍，又或者日本的大福饼，都是用糯米做的小食。不过台湾的麻薯未必一定有馅，有一种是类似我们糖不粒用糯米团黏花生粉芝麻粉那吃，而这两兜就是有馅的麻薯，一兜是绿茶馅，一兜是红豆馅，两者味浸皮都是一样，打开几乎分不到。切开又来望下先，切落去软淋淋，质地似乎不错，咬落去浸糯米皮软泥泥，不过都没几烟韧，口感有少少似汤软浸皮，食落不甜，得阵好淡好淡的绿茶味。个绿茶馅虽然食得出是绿茶味，不过咸得嚟仲一啲都唔香，茶味好捻淡又甜得滞，好将浸皮唔甜炖翻还条数。个红豆馅叫做滑少少，不过都一样系唔够香又唔够浓。我觉得个红豆馅反而冇咁甜，夹硬要拣嘅话，我觉得红豆馅嗰兜叫做好食少少。不过真系有得再拣嘅话，我谂都系放翻低唔捻买好过，因为贵得嚟又唔系特别好食，最值钱只系个大而无当嘅兜同天人两只字。咁我宁愿悭翻啲钱去买杯913鲜奶茶三分糖正常冰好过啦，嘻嘻。